发生冲突地点就在新北市中和这处地下停车场外，当时这名员警步步进逼这个驾驶，也被怀疑是不是故意设局引诱对方先动手。还原现场过程，驾驶跟张姓警员发生口角，下车双方争吵没几秒，郭姓驾驶随即被压倒在地，但过程中员警动作被质疑不单纯。不是走得很近这样子，那只然为什么推得很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有挑衅，让你去推他，你一推他，他就，然后我们那个住他也不是要推他，他要开车嘛，他只能跑到这么快掉。以妨害公务歹人却引发执法争议，将冲突过程分解动作。张姓警员先是步步贴近对方，双方接着耳边距离争吵，一路进逼到车边，虽然双手放开，却顶起肚子。等到对方耐不住出手推挤，就将他压制逮捕。不高兴或者是觉得不满，去盘查他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认为。 这是一个基于个人喜好的执法行为，既然你的执法有执法性有问题，后面就不用跟人家讨论了。中和警方爆发过执法过当争议不是第一次。2010年，槟榔西施颜如意不服员警规劝爆口角，员警竟然将他过肩摔法办，引发舆论批判。虽然后来警方不起诉颜如意，判拘役5天，但这回员警遭质疑设局逮捕路过民众，再度引发执法争议。记者杨春炫、周冠展，新北市报道。